那今天只是一个引缘啊，那你认识观世音菩萨的本尊、本地尊、垂基，跟他等流生，他千变万化，然后他的慈悲心，当然六道都要度。所以你持的大悲咒有一个行法，就是你要观想到六道，下级地狱，再来恶鬼，再来畜生道，都要让他们往生净土。你要有这种悲心呢，啊，所以正确的持大悲咒是很重要的。在持咒的时候，很注重细节，那你就是在读西坛，啊。如果都含含糊糊的带过去，那你心性不会柔软，而且会变得很急躁。我们学了七年，有初步的成就，所以跟大家分享。那也不是在这么一小时、三小时之间，可以把我们所经历过的困难或所得到的好处，完全跟各位介绍，不大可能。如果有兴趣，我们可以常常保持联系，啊，那这个大家都可以啊，共同为陀罗尼啊这个经典来学习、来发扬。进入第三堂课，好吧？先来讲潜意。这个是世间的意义的潜意，密教有四重密意，一重是世间的意义，就是你要组成这个句子，所以你就要有一些世间的意义把它多成。第二层意义就是修行的人，每一个西坛注母都要去了解他的意思，啊，这个就要牵涉到密教里面的啊一个字生母、韵母之间的关系，啊，这就是我们修行就在做这一块了，啊。那第三层次是什么呢？就是发音，三位八声、五句眠，啊，这个清音、浊音、会清会浊音，然后片口音、转音、借音，这些技巧都会在里面。你懂这个才是第三个层次，你才可以直接跟诸佛菩萨的心地相应，不然都是这个等流声或者是垂基这些啊菩萨化现，不会本尊会出现。所以我们是大悲咒水，大家都在求，都有效，啊，但是是哪个垂基来呢？还是本地来？还是怎么样？这些都有分别，啊。第四层次我们就不懂了，就佛跟佛才能相通的，才能知道的，啊，那我们智慧不够，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好，那现在有八十四句，扩掉后面十二个重复刷哈，然后后面又加了一个结尾，再重复一次。那其实真正才六十句了。第一句：南无哈拉达那达拉哈呀呀。这个皈依三宝大家都知道，达拉呀呀。他呢是德拉雅加阿雅，那阿雅他是有相什么什么来归礼，因为你第一个要先归礼三宝，又加了一个哈，这个善因缘具足在前面，也是最近于在前面，所以这个更能发挥你归礼三宝的实质意义哦，这很重要。如果你念对，那你后面的大悲咒出起来就更有威灵啊。这个德莱亚那是三的意义，亚亚那这个尾音一定要往上飘啊，德拉哈亚亚
那你这拉为什么要加口边？因为要叫你加涅槃音，所以你才会哒啦哈呀呀，那个哈要加进去。那你怎么证明呢？那古梵本里面它就有点两点，叫哒啦这两个字后面点两点梵，那你这两点就涅槃音，所以你要加哈下去，才有哒啦哈呀呀。第二句，阿里呀，那为什么要这么念？不念阿里呀，阿里呀三阶都一样高。阿里呀，那 Y A 的 I 会加在 R 的后面，所以变里中音。一个原则就是说，片果音或者是韵母拟声音的话呢，它会变中音。那如果男声音加女声音的韵母也变中音，你这么你自己就会去谱这个新的咒语的谱啊。那最重要的是这里所讲的，看巴利尼的规则啊，一点一点一，那个重要的一句话啊。那如果是阿长音，那就是你要念音，音不是长音啊。如果啊，那是长音啊。如果音呢，就啊，后面要接到中音或者是女声音才会音。所以以后你看到咒谱里面的汉音译，只要写音，你不要做拉长，你后面的字一定是女声音或者中音，要从低阶往上飘的，是吧？这就是西檀最基本的一个长音。那这个阿长音呢，它有修行点的意思，所以修行点你就要心柔和了，就要慢慢念，念阿里呀，是吧？那呀又是飙长音，为什么？因为跟后面的阿瓦罗吉得连在一起，所以这里的呀也要上去，不能只有拉长啊。这是这个圣者观世音的圣啊。好，再下来第三句，瓦罗吉得西巴莱呀，这里讲转音，为什么不念这西瓦莱呀呢？因为它明明汉音译给你换作波，所以你要发这个 P 的音，不能发 VA 的音。VA 跟 PA 有什么不一样呢？ PA 是第一声异地， VA 呢它是讲话而已，那讲话不能入声异地，所以你要取那个 P 的音。那为什么要这么转？你如果懂西檀，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下S 一撇，你这里转到西相西。你如果懂台湾话的话，相西这里是 S 一撇加 I， 所以变成西。你也不能念作上也不能念作西，因为它跟你换作西。阿是元音，义是第三转音，五是第五转音。那这些你用什么转音？用第三转音，所以转成西。那不能念瓦莱呀，要念西巴莱呀。西瓦莱呀，你舌头会觉得很怪；你西巴莱呀，你会觉得很顺。所以西檀就是这么去学习来的，我们在研究的时候，我只要念出来觉得嘴巴有一点不大对，我就知道这个音不是这么读。所以你要依着汉音译这么去老实的跟他的发音去走，不要说你换作查出来就是 VA 啊 RA 啊，然后你就要念这个西瓦莱呀。那下是什么意思？下就是我们的助兴那助兴以助兴加义为根，
然后后面怕就是第一地，啊，你怎么证的第一地？后面来呀拉就是智慧诸佛，而智慧诸佛来证的第一地。你为什么有烦恼？因为烦恼就是这个天生熏习来的。啊，我用拉智慧诸佛烧掉我的烦恼。但这里为什么转十八来呀？就是要让你得第一地。啊，你如果不懂这些义理，那你光会念，又念得没有照汉音义这么在念，那个味道就会差很多啊。啊，所以悉檀就非常殊胜微妙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是第三句，这个大家都比较懂，像关注在理境啊。那第四句啊，摩提萨达维呀，就像觉悟的啊有情理境，因为所有的菩萨一定记住三个名称啊，这个摩提萨达维呀，玛哈萨达维呀，玛哈伽卢尼盖呀，这三个名称一定会按上去。尤其是我们常常在礼敬的这些四大菩萨啊，你不然有念这个名字很麻烦，直接念坐心就好了，这样会出问题。那你称呼本尊的名字，他就知道你在念他，所以他一定要来保护你啊，这是你起码要懂得尝试啊。那第五句叫玛哈萨达维呀，那至于这个为什么用两个 T？ 第一个 T 当涅槃音呢，啊，都有作用的啊。如果你懂悉檀的秘密意的话，第一个是虚空之间的自性，但是它又是在告诉你是以自性如如来产生地识，地识就是对世间一切相不执着嘛，是吧？然后还是不离空，第二个 T 是空啊，是佛性。啊，那你要讲就讲嘛，就哇呀，玛哈伽卢尼盖呀，也是一样的，向大悲心者离境啊。第六句，就你念观世音菩萨的称号，到这里才完全啊。所以只要牵涉到观世音菩萨的本尊，或者本地尊，或者是垂机，你都要念完整的名号啊，所以大悲咒可以给你一个指标啊。那Om，这个Om，你为什么念那么麻烦干嘛呢？因为密教有三部，一个是如来部，一个是这个金刚部，一个是莲花部。如果你念Om，啊，不能说你念的不对，像这里所标的是嗓音啊，那Om有一个往上飘，不可能的。Om Om 直接是下去了，是吧？那 Om 是金刚念法，那 Om 是菩萨念法。那如果如来的念法就不是这样呢？啊呜啊嗯，每个字都念出来，是后面所讲的 A U Am， 那三个字合在一起的，才是佛的话，爆发三声啊。那这个，你的音就代表你是在念什么部的音。这里所现的这个日本人写的这个欧安的字呢，你看他的笔迹啊，这写得很好，这个字写得很好。物先写，然后啊，为什么没有先写呢？那一点，你看他的笔迹啊，啊，那一点是第二处点的，然后再上面点一个菩提点，最高一个圆圈，然后后面再一个仰叶，也是菩提点一个仰叶，那这两点就是从空啊，盘涅的智慧才有从空啊。如果光点一点，你就是只有一个菩提智慧而已。如果用仰叶，那就是菩萨处世间不受世间事所影响，那每个字都能够懂得它的真意啊，那写法也不一样。所以你在观想的时候，啊，
都要如法的去下笔，一画一画观，它能够产生无量的威力啊！这大家懂一下。第八句啊，萨帕拉巴哈耶，这个字是最有争议性的。为什么？人家都翻萨瓦林，为什么呢？翻作萨帕拉巴哈耶啊，而他萨帕拉汉音不是这样很清楚吗？萨是加内梵音，都要读到 S A T， 帕 P A 的音，那要加 T， 马拉要卷舌，要加内梵音，萨帕拉，这是比较哲学上的一切的用法。那后来的古哲他们就换萨瓦，这味道不一样。萨是第十，帕是第一地，拉是智慧之国。每一个西坛的字都告诉你要修这个境界，不是只告诉你一切萨瓦就完了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古密它的那个密本，我们也是找到这样，它注音也是这么注啊。那所以我们当初会这么翻，后来经过证实，确实是这个这三个字。那注点查出来，也是哲学上才会用到的萨帕拉巴哈耶，所以我们觉得，啊，注要过的话，会增强你的说服力，啊，巴哈耶就是一切的恐怖了，这个 A 就是在位格上，这是八声里面的一格，啊，你看巴哈耶就会了解哦，他在讲什么。就在恐怖上这个地方啊，是跟你写位格，就是有在的意思啊。哦，但那胆虾，光看到结尾的虾，也是一个属于什么什么的，是吧？这是八转生的一个啊，你已经学过野了，是吧？学过虾，到现在已经八声出现两声了，是吧？啊。那这个索达为什么念作索？这索哈不是索吗？我的话就是索，那这就牵涉到古梵音的发音了。如果你不是念古梵音，你会念索达。好，那为什么念索？那古音是下，一定是有 A 的，然后再加 U， 是吧？那所以说 A U 变 O， 所以变索达，索达，索达。是这么来的，那所以这个汉音译是不是 很清楚了？如果你是啊，这个中原古代的火热人啊，或者是现在的台湾或者福建那地方的人，在读汉音译啊，就比较占便宜一点，你懂？知道为什么这么样？这个大是地，一个言字旁加一个皇帝的地。啊，实际的是地史，那像地史那样 ，U 就是像嘛，譬如嘛，譬如地史那样，能够如如，所答秘密也就是这样了，啊，它这里是，那答是往下弯曲了，往下看，诸佛菩萨都在虚空中，那请你往下看看我们这，啊，这个苦难的这个娑婆世界。那谁在看？属于观世音菩萨在看，所以在用死格下。所以你以后看到这个血、这个虾，你就马上要意会到哦，这是死格，是属于谁的东西啊？啊，英文说 belong to 是谁的嘛？那第十句呢？啊，南无啊，要归你哪一个呢？啊，悉吉利多啊。以蒙阿利亚，后面接瓦罗基德，是为拉啊，这是基督啊。如果用西坛的注意来讲，就是你所依这个鲁鲁的注性，这个 R 一点就是理，理就是神通，产生神通来造心用，心就是你自己心可以这么做，可以那么做。万法为心造，但是不离地识，所以你光懂每个
西坛的注意，你会知道这些义理。那度啊，就是有那么多了啊，就像你这个菩萨一样，有很多啊啊，那度啊，跟后面的以蒙就是有这些那么多的。那后面就接着圣观音菩萨化身了，是吧？所以在如此多要礼敬的圣观世音菩萨所化的垂机化身呢，你到底要拜哪一尊？你要归礼哪一尊？好，再下来，这个阿瓦罗基德西维拉这边变音变得很多，嗯。阿瓦罗基达是观嘛，那一小瓦拉又是住在，是吧？他转什么音呢？西维拉，啊，拉是往上飘，啊、哦，所以阿兰、RAM 或者 LAM 两个都 OK 了。但是你如果念熟的话，你这西维拉转上去的是吧？自然就会南达瓦，因为舌头会卷起来。这是已经说后面的达瓦是圣主了，有那么多的圣主啊，你到底要礼敬哪一尊啊？很适当的，阿兰就是适当的，你要适合你要礼敬的是哪一个？这里要讲的就是说，他为什么用佛？你如果会念慧济金刚咒的话，他第一个字就是比啊，但是他把人转成口边，他再用这个佛的比哇咕噜，还是比。那你可以去查汉字古典，他这个念作 bi 的音，那 bipi。这怎么去讲？就是接后面的字，前面的字再决定的。那喜威拉，那喜哇拉，你就觉得拉就念得很怪。那喜威，后面接拉就能够上去。所以这个音韵学，你自己能够这么揣摩的话，你也可以体会西坛是什么回事情啊。那我们看到了古典。密见，他这个南，他们就有一点，就代表这里要发菩提音。如果阿南用 RAM 的话呢，就是适当的、恰意的，让你满足的，要礼敬的。啊，进到第十二，第十二就是本尊呢、啊。啊，有那么多的观世音菩萨本尊，我要礼敬哪一尊？是吧？南无那拉阿吉安底希。就是破地狱观音，那那那嘎，你知道是地狱，那那吉地狱要用阴性，那印底是发光，啊是发光明，那如果用世间话就是用光明照破地狱，那让地狱众生能够脱离痛苦，是这么意思。所以本尊是千手观音，啊这个咒，啊跟清净观音不一样的啊，清净观音。他的本尊是清净观音，那破地观音是破地观音，这个字，两个字真的差很多。好，再来，毗梨玛哈帕达萨弥，啊，这个，这是具足以谦卑的心，啊，让自己富有阳神的温柔慈悲。这阳神为什么温柔？我们知道阳是很温柔的。啊，第十三句，那这里比较奇怪的就是美沙才是阳神，他为什么会倒过来变沙妹？那这个你可以去看不空大师他所翻译的，就是阳神啊。那这个也许是秘密意，也许是押韵的关系，所以他倒装句了。第十四句呢，啊，沙哇阿塔哈多修邦。一切毅力啊，祈祷，嗯，这里是用 AM 就是及格，我聚集一切毅力，我所造的好事聚集起来，去做什么什么什么，
这是你又多了一个厨具了。刚刚下也学过了，也学过了，这里是又多一个暗，这是及格。反尾音是暗的，都是有积极什么什么的意思，啊，所以你聚集一切的毅力功德啊。好了，那叫度，就是有祈求的意思啊。你如果念作火的位，就是刀也可以，为什么 TAU 嘛，刀，啊，直接念 TO 刀，啊，也可以，但是意思解释就不一样啊，啊，如果你念刀 ，O 就是瀑流，那刀，啊，就是如如的，像譬如如如的住现，这解释就不一样啊，这下一节课都讲这些啊。